酱多多，这个是虎虎生威爪。
这个太干了就不吃了，拜拜。芋泥肉松吐司，面包非常有嚼劲，他一给咱发八个，油炸紫米奶酪棒。
卡叶的新品肉松面包，每一个是130克，有6种口味。这个是霸气莓莓的，这个面包依然是全麦的啊。草莓口味的肉松，这个是柠檬口味的，一个面包的热量就200多卡，饱腹感比较强。这个是芝士牛牛的，这个是鲜蟹蛋黄的，一整颗蛋黄。可可丽蓉啊，藤椒味的，就这个面包非常有嚼劲。
今天我们吃一个零蔗糖的酸奶，这个是鲜牛乳发酵的，看它特别特别的粘稠。特别好喝，生牛乳达到99%，咱平常可以泡点燕麦片啊，或者是水果啊，放进去，当个早餐，当个下午茶都行。哇，好喝。它这个一桶是2斤，而且它这个盒子是 PPT 的，可以循环使用，而且还可以放微波炉的。一桶是29.9元，第二桶的话是10元，39.9元给咱们发2桶，超级合适。Bye-bye.